go. 那我们现在就要上车啦。Let's go.是这个芒果糯米糍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芒果呢，它是真的是很大块完整的芒果在里面的。我们就直接试最经典的原味木糖布丁，有点像冰沙和布丁中间的那种口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大学。星期六都会有开放的时间。先不打扰他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中间那个大厅是可以供同学们查阅。大学的有图文系的同学，他们可以在这里阅读一些。如果想观想知道那个历史的同学，可以打扰大之前可以先来这边看一看。发挥美啊！是否有人呢？都不要将自己给打扰，专门去打扰。计时了，抽奖啊！哦，真的是十五分钟多了，快吃快吃吧！来个一份汤吧！哇！哈哈！哦，这是韩国那家，快快快快！销量最高，来看看最多人点的是哪几家店呢？第一个是我们的凯丰鱼汤米线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亚苏厨房。